Hello， 驾宝们，我是驾子姐姐。今天来做香皂水软软，不但可以玩，还能给全家用来洗手哦。那进入教程吧。首先在碗中倒入少量海藻酸钠，再加入大约30倍的开水，搅拌一下。这里需要放置2个小时，才能完全溶解，变成这种透明液体状。然后加入少量的洗手液，搅拌均匀。分成3份，分别加入色素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依次倒入小碗中。接下来在容器中倒入氯化钙，用清水溶解，然后把刚刚调好的海藻酸钠液体放入水中，轻轻地摇晃，水软软就会脱离出来，慢慢变成水球。我们还可以按照不同比例的颜色多做几个，泡的时间越长，水软软就会越圆越硬，香皂水软软就完成了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支持姐姐的话就点亮小心心吧。今天考考大家，肥皂泡泡打一成语，记得把答案告诉姐姐哦。那么下期见。